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OK， 快关门关门，这样就比较安全。这个决胜点，哎、欸，他丢武器出来、欸，对，我他妈丢武器出来，巴雷特，15倍镜，哇塞！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今天要继续玩的是我们的手游香肠派对，今天是我的第二天玩这个游戏啊。然后我现在是直播结束后，我们来玩一下这个经典模式。然后它这经典模式的话，好像算排位嘛，反正就是会升级就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的队友，应该队长不是我。好，这是我玩的第二天啦、啊，现在是白银三，然后不知道这场打完会升到哪里。哎，有人跳了。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飞哪边，所以就看队友跳。哎、欸，好像跳飞碟、欸，这飞碟是可以上去的。二号成为新的跳伞队长。哎，为什么我变队长啊？哎、欸，一个。哎、欸，建议前往关心飞碟一号。他果然要飞飞碟。三号脱离了队伍。大家都脱离了。哦，这飞碟包很多人哎、欸，有可能很多人哦。哎、欸，好像有敌人。先捡枪，先捡枪。有敌人，有敌人，有敌人。有坐标，有坐标。这游戏现在没有到很熟悉。哎、欸，看到人了。这把好像散弹枪哎，我没拿过散弹枪。哎呦，攻击！哎、欸，他没拿枪。等一下，还想跑？哎呦呦呦 ，OK OK， 收到。好不习惯哦。哎、欸，他这游戏是全精准，所以我们都要自己瞄。他没有像那个 Free Fire 的辅助瞄准会粘身体，他不会。这游戏其实玩起来比较像 PUBG 啊，比较像，因为他都全精准。然后很多东西跟房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觉得跟绝地求生蛮像的，哎、欸，队友都上去了，哎、欸，怎么两边啊？为什么右边有一个队友，左边有两个？要变大变大，这个很好用，直接飞上去，时空裂缝，这个超方便的。有敌人，有敌人，有敌人，在上面吧。请求支援。要先等到他的正下方才行。飞上去了，你只要跳两下啊。它这飞行器出来后，你就可以飞上来这飞碟上面，从正下方飞上来。然后上面的话有一些电脑，跟一些哎、欸、有活人吧，有活人，就上面会有那个啊，飞碟的驾驶员之类，会在这边甲板上走来走去。然后这边的物资会比较好，会很多那种能量炮之类的，能量武器啊。然后这游戏还是要看各位选择拿什么武器去练习。刚开始可以先练两把这样练。哦、oh, ，这把加速机枪前面射速有点慢，遇到敌人的时候，我觉得。哎，一号死掉了，啊，是跳另外一台飞碟是不是？等下去救他，等下救他，等下去拿他复活币就可以了。真的跳上来，踩一下就可以上来了。我们先拿武器，换成这个汤普森好了，汤米冲锋枪，他写汤米。FIFA 叫汤姆，然后这游戏是汤米，应该是不太一样。总之来讲，这把是比较偏 PUBG 吧的那个枪支。这游戏其实它就是加一些高科技武器啊，我觉得很像把很多吃鸡游戏的武器全游戏里面的内容呢都加入在这游戏里面。我不知道让我发现，就是绝地求生嘛 ，FIFA， 然后再可能就是超机动联盟也有这些超特别武器，很有敌人哎、欸。看到敌人，看到敌人，有一个掉下去了，有一个在救队友。那、欸、好多人哦，这边超多人哎、欸，而且这游戏活人超多，电脑反而很少，只有前期遇到电脑，后期都是活人。因为现在，哇，好多敌人哦、欸。我先看到敌人有几个，我先确认，我还没拿到什么我要的枪哎、欸。啊，四号倒了。
它就会飘，要稍微拉一下，就是你要稍微把那个弹道拉回来，就是有点像压枪。哇，点三发，哇，好不习惯哦，打到了。哇，他这样直接是很飘哎，这把我没有捡过。哇，这么多敌人啊！完了完了完了，倒倒倒，倒了倒了，死了死了，小小长。哇塞，怎么还有两只啊？完了完了，我们要GG了吗？剩下三号了。哦，准准准准准。他打倒，他打倒，厉害厉害厉害！他是没发现我啊，还救队友，还救队友，还救队友，等他一下。哇塞，这边多少两队人马，加我们三队啊，超混乱的。谢谢救援，谢谢救援。欸、有人有人，先走你先走，兄弟你先走。哇，这边敌人也太多了吧！碎碎碎碎碎，哇，这个队友好准哦。还是玩第二天而已，厉害厉害厉害！谢谢谢谢，他这好像没有一个谢谢的那个对话可以用，先把血拉起来，没子弹了。他汤姆他的这个汤米冲锋枪算是蛮飘的，我觉得步枪比较稳。汤米刚刚看我这四发弹着点，非常的后坐力非常重的感觉。能量粒子炮没枪了，先捡好了。粒子炮这把还不错啊，这把是类似这把会炸到自己的。立刻特拿力冲啊，这把比较好用，这把我觉得比较稳。汤米第一次捡，觉得有点飘。USP 9也不错用。哎、欸，有敌人，哈哈，掉出来想打我的车，直接扁掉。我们现在队友分开走，哎，他们在这个地方上方两只队友，看不到在包围谁，帮他看一下，却没拿我要的狙击枪，哎，哎，看到一个敌人在游泳，这个压枪的话就是你稍微把画面往下压，因为他的枪支他会有后坐力。跟 PUBG 一样，它越开会越往高啊，所以用手压的话，就是你把它那个准心往下压，萤幕稍微往下滑，它就会有一个小压枪的动作，不要让它子弹飘那么高。守住，注意四周。哎、欸，有个敌人。哎、欸，发现敌人。哎、欸，怎么消失了？爆皮是不是？是瞬移耶，吓一跳。这个不是海扇吗？哎、欸，拿错枪。OK。就是大概下压一下，你把画面往下压，让他那个准心不要瞄那么高。哇，很痛哎、欸！对面屋子有人，打超痛的。被击倒。哇，有人倒了。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OK， 快关门关门，这样就比较安全。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鬼？这个决胜点，哎、欸，他丢武器出来、欸，队友在那丢武器出来，巴雷特15倍镜，哇塞，这游戏有到15倍镜，要不跟 PUBG 一样， 15倍镜，哎，第一次拿到，哇塞，15倍镜，好，我要继承一下队友的遗愿，要不然他还活着，我把他救起来，15倍镜来试一下，到底呢？对面，哇塞，放超大的、欸，哎。好个15倍镜啊！第一次拿到这一把，这把应该是超级空投捡到的。我刚刚看一个超，我们队友就一个超级空投。请前往目标点。要缩圈了，我觉得要先走。到底呢？打，哎，这队友打是不是？躲在草丛里面，我帮他收掉了。
哇，这十五倍镜真的是很嗨，十五倍镜的狙击枪，超人。标记目标点。哎，结束了。哇哦，巴雷特啊，这把真的是有够凶。十五倍镜巴雷特，哎，这个我记得在 PUBG 也有，可是我忘记它中文是不是叫巴雷特，有点忘记了，因为这个其他 FIFA 也没有这款，没有这把枪。队友是 SSS， 好，感谢队友啊，这场队友很燥，哎，有一个超级会狙的。我们总共淘汰了32，队伍淘汰数32，七杀六杀，17杀两杀，17杀，哇塞！一个17杀杀人魔，我们队友是杀人魔。他这个游戏原本以为会很多电脑，我后来玩到白银后发现，他的活人真的是比例超高。如果电脑的话，我觉得几率应该是只有1/10吧，因为降落后你发现的玩家的玩法就觉得是活人，不会觉得是电脑，因为每个玩家都很会使用技能啊，然后躲在一些点上面的。好，我看看我升到什么了，升级升起来。OK， 白银二升到白银二。好，这是我玩这个枪长派对的第二天啊，分享一下这个过程。然后今天拿到一把真的有可能是最强的狙击枪吧，不知道是不是巴雷特15倍镜。那也欢迎大家分享你们在这游戏都拿什么武器搭配啊。然后呢，这场的队友真的是很可怕，有一个杀17杀的，真的非常厉害。然后刚后面看他一直在狙击，看到一个狙一个，真的是有点可怕。好，感谢我这场的队友啊。那这款游戏是双平台下载，现在目前是第一名啊。然后大家可以玩玩看。那游戏玩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打铁片，可不可以喜欢指定我的来通知铃铛，后面又继续玩这款游戏。也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游戏见哦，拜拜。